老铁们，时隔半年，我的开山之作迷你小肥蚝又肥起来了哦，给大家起一个看看，怎么样？来吧，老铁，今天给大家变个魔术，你什么也没看见，沙里什么也没有，今天一晒就晒出很多白蛤蜊啊！这白蛤蜊有个小寓意，是双翼的，老铁，吉祥如意。最后，喜欢户外赶海的老铁，关注我，看我直播。有老铁发私信给我，叫我拍一个皮皮虾激动的视频。虽说有很多人都看烦了，但是我今天还拍了一遍。喂喂，前面大哥你快点，我在后面都等不及了，快点快点，嘿嘿嘿嘿。此视频能收到一个红心一个关注，我都心满意足了。祝双击关注老铁中秋节快乐。来吧兄弟姐妹们，有个小姐姐私信我说她失恋了，说让我给她解剖个鱿鱼，说如果解剖成功的话，就会带领她所有的男朋友们一起给我双击。哎呀妈嘞，不仅成功了，还有好多赠品呢。那个小姐姐还有她的男朋友们都在吗？在的话给个双击加关注吧。看我干。来朋友们看一下，这是个什么宝贝？就这个上面长满了海妞子，这是个锚，就是渔民们拴船用的锚啊。就这个它是四条腿，三条腿在山里面就剩下这一条腿哦。进来朋友给个双击。